察呢就攞咗佢嘅麦，拿了徐志峰议员的麦克风。他说今天是万圣节，你们冷静一点点，我希望不要有事。他说你知不知非法集结，你知道吗？他说市民现今天是在庆祝万圣节。那现在警方又拉起了封雪糕桶的封锁线，固定的封锁线。那现在拉起的固定的封锁线。他说我是美国人。我同你讲，你喺我见过啦。警察咧就警察警告呢位女士咧就要警告这位女士，要立即拘捕她。那这位女士说我是美国人，美国人就如果被逮捕嘅话，佢会咧如果被逮捕的话，我会请美国领事馆来帮忙。那这女士也是在说万圣节，万圣节。警察咧就真系咧就冇，暂时我哋见唔到警察暂时看不到他有任何的行动。咁咧就佢咧啊！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警察现在正在准备要抓捕这位女士。可以看到现在有进一波的。徐志峰正在走到前面去看他的情况。如果你要喷，即系用胡椒喷雾喷我咧，那女士说，如果你用胡椒喷雾喷我的话，喷到胡椒喷雾就喷到一个广大嘅记者。哦，现在他们胡椒喷雾喷到了记者的脸上。这个胡椒喷雾喷到了记者的脸上。好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女士正在速龙，这个防暴警察正在抓捕刚才说她是美国人的那位女士。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清楚的看到，她正在被，现在已经是被制服。她现在是把她，没有办法看到很清楚的，现在是刚才看到。这个防暴警察是正在抓捕他。我们可以听到这个刚才那位女士的尖叫声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看到她的画面。哦，就是防暴警察手持这个回家喷雾，刚才已经喷向了记者。好，现在刚才那位女士有没有看到？现在她已经被压制在地上。刚才那个女士说：“如果你喷我的话，她现在是两只脚被拖起了，抬走了。”